看看啊，咱们今天杀这头大猪，这仙气儿飘飘呀，漂亮吗？刚杀出来的，我俩这一万点还活着呢。终于挡的不漂亮啊！你说我终于挡的不漂亮了，是不是种的好漂亮？看，看看咱这柏油好不好？那啥？能说到嘴。看着有多好。那油不好，大骨头能好吗？上次骨头上。妈呀，现在出不来呀，下次骨头大哥。啊？大哥就买咱家猪，想吃个扇子骨还提不出来一走。来点别的中吗？不要，我操。哎，这小骨头白扯呀！你待会儿来吧，大哥。现在不中啊，没到位，吃一下。小牛，又提起四五斤呢。看看这肉好不好？肉色发紫，这猪都是纯良猪啊，喂二年来的猪。瞅瞅这肉，油光炸亮，来点吧，来点吧。这柏油真好，涨回来五块钱也不卖了，涨价了六块了。你看咋来晚了呀？哎，你早来了是？早来，没说过啊。啊，来不快？俺早来也没啥人，早来咱也多卖点。咋这么胖啊？不太熟的不好卖，是吧？不太熟不好卖，收入不好卖。我昨天杀瘦猪来，瘦猪五块，干吧，再赔五块十块钱。嗯，中间是十一，你其实从那里有十块。少干一，少干一啥的。我十块钱合适，肉干猪你卖十块，八块钱八猪呢。多好事，这肉。你哪还称了？你称的称上了。看着没有？拿着吧，这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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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块啊，再来一块，这块放了吧，放了。妈呀，这包饺子的小包，俺家说血压高，这他还愿意吃饺子，要不咋这么瘦呢？我孟涵和孟良他俩也不吃肥肉。嗯。可好了，这猪。他小，都家伙一斤。拉了。现在名牌不好卖了，有的都是一斤卖二十多瓶，这就不快了。卖猪。掐的不管事儿，反正咱不让这东西打。天哪！掐住掐正好的猪，掐住多少一个肉啊？没有没有，大猪，肯定咱不能给你。再来。
看了吗？就是我欠我一盘东西。快走！呀呀呀！你会路吗？讲究着呗。那很照啊。十块。干吗？十块。便宜可是。来一块吧，今天肉好，来一块吧，肉好啊，今天。前天抓的肉好。在你这城里那还有一个。赶快新的吃。啊，赶快新的吃。家肉抓住又钱了。你说刚出来前儿往分开了，不来拿钱说的吗？一会儿你给大哥打电话，让大哥干活。哼，这点儿我就得干活，不干活了。我掐的自由的。要多少？还有雪呢，可别下了，我蒸猪圈呢。那猪我跟你说，你要正常的白猪蒸的了，都你自行来念的都。缺三块钱，六十。就在这地儿出一个肉了，六十二个六十，啊，六十二个六十。对。哎，毛吃饭净讲究了。哎呀妈！王叔这回都整利索了噻。啊，就算是利索了。那你结婚也大点点，那肉好都可以，就是时间没注意。我们结的不大操份吗？我们结了大点了，都大一点了。也是老早有钱，有大有些大包。看看，包包子老妹全部包圆。干啥？喂，俺狗都不吃，你说呢？要吃啊，给他。啊。现在是，好激动，我把自己都整不过来，俺俩老感激。这儿不中。可热了。这块儿，这块儿。上哪我这块儿的？哎，这一样的。要上俺来这块儿中吗？是我。腰成了，都腰了，我腰完了，腰成了，然后你别腰了，腰这块不中吗？嫌我少吃啥的？没得相中那块儿，就相中你们俩相中那个了。笑死你！是你。刚才那谁媳妇也是，现在刘，这赵谁媳妇也是，这个那块儿。啊，现在还有两包呢，没使劲。还一分钟了。一分钟。还有两包，两三包，这个人家给我给抢不起来了，动荡荡的了。这些都给包包子老妹了啊。我去给剔肉去。我录个视频。真是，自己真喜欢。哎，别别吃，我喝十八的，没二十。十八的，这都多少？干啥？干啥？一条条的。老弟又免费发布，看咱家那手艺，夸的是牛。一百二十八。
有望不了，有望大量内上了，还是那个。哈哈哈！你过年买不着了。哪个都不让兄弟看过。他平时哥一百三。嘿，这皮吃超超烂了，超不烂的超不烂。咱家这是，哎，为了现在了，还有啊，你不管事儿，你今天你种哪去？我明天给你打点吃的，牛肉这家。我明天这不种，我全力吃的，上头全是。不，你今天哪里？明天给你吃。我今天下午不种，今天下午有点活，整个院子，连猪屁股都没有。今天下午在家瞅。拿去吧，给明天给拿十斤，可以吧？也给拿十斤，家可以吧？这入十吧，哈，真是，早月也十斤，给点补，多好啊！可知道我的？俺的猪，哎呀，这猪，我们牧野路老太太，六十来了，还给他块骨头，好的绝我。十年了。你们俩还拿着，你们俩吃一生的。你们俩跟咱吃一生的不一样吗？我大哥肯定让你吃了。你点不用就不带。不带，带我这钱不要了，你看着行吗？太贵了。下午得上午看着你，干活呢。今天没拿着那个小兔。拿着吧，这几个。老弟，买这个茄子，回家做杭州肉吧。